们没有办法想象说现在的状态，就是我们居然是没有引擎的，然后在天空上这样子飞行。而且现在啊，真的离地面超级高的，我已经跟旁边的雪山差不多高了。可能是气流的影响，它还是多多少少会就是上上下下。然后现在我们好接近前面的一座山哦。我可以完全的看到这一整片的绿地，这个声音会让人很紧张，因为它时而就哔哔哔哔开头。Okay, now we're going to release. So we say bye bye, contact. Okay. Okay.拜拜。听 Gavin 说，滑翔机主要依靠上升气流进行持续飞行，否则就必须靠牺牲高度才能维持飞行。而这种损失高度的无动力下滑飞行称为滑翔，而在有上升气流时，滑翔机则可以平飞或升高。这种飞行方式称为翱翔，是两种滑翔机的基本飞行方式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离那个小飞机越来越远了，因为刚刚已经把那个绳索给放掉了，然后现在就变成是我跟教练呢自己在操控这个飞机了，而且教练呢一手拿着 GoPro， 一手在操控飞机。